Yo, what's up, everybody? It's Chris in here. 前段时间我出去旅游啊，然后我女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你怎么新买了个电动牙刷，都不告诉我，而且颜值好好看，她也要一个。那我就顺便安一下我抖音的宝宝们这款我新买的 YouSmile 电动牙刷。首先，我是有很多年的使用电动牙刷的习惯，因为我自己也花了几万块钱整了个牙齿。如果牙齿黄黄的，自然就配不上我这整齐的 teeth 和这过人的气质。但是电动牙刷呢，的确比传统的手动牙刷多很多优点。它省力，它方便，它刷得干净。因为这个电动牙刷使用了超声波的，它甚至比那些机械式的旋转电动牙刷刷得更干净。以前我一直使用的是一个国外的电动牙刷的牌子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续航不给力。然后我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可能十几天就没电了。但我新买这款 YouSmile 电动牙刷就不一样了，它官方说的是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半年。目前来说啊，我已经使用大概一个月左右，就是没有充过电，续航真的非常给力。它有三个档位。Clean, White, Soft， 也就是清洁、亮白、呵护，它每分钟能达到据说38000次声波驱动。毛刷特别柔软，刷牙太过用力的时候，刷头还会自己减震，可以进一步保护牙齿，避免牙龈出血。刷完之后牙齿又白又亮。我在国外留学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，就是观察一个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，就是看牙齿。只要你拥有一口好的牙齿，经济实力肯定不会差。我购买了 YouSmile 这款牙刷的话，它的包装设计就是有一种梵高的艺术感。然后里面的赠品也比较多，有两个刷头、充电器啊，还有一些洗漱用品，以及包括它这个机身自己。而赠送的洗漱盒当中又包括了一份牙膏、一份牙线，还有三份不同口味的漱口水。总的来说，不管是买来自己用，或者送礼送给自己家里人，都还不错，推荐你们。抖音。